腰出去了，我的羊哦，稍微挺一点，造成那个弧度出来，这样子吗？不是让你蹲，是整个前倾。腰哎，好好玩哦。你可以压晃走会比较好。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咬人的时候再往下压。当时搭猴眼班机，他整晚没睡。然后一出来还要看到一个恐龙妆，对，怎么样？这样子应该很明显吧？非常可以。说让我们那时候这次踏上台湾的那一刻，就感受到台湾的热情。就是我，我表姐现在帮我补六的 O O 写的太小了，不明显。好，可以，非常好。我们现在在捷运三重站，它下一班车来要7分钟，现在时间已经6:48了，我们一定来不及，因为妹妹睡过头了，我们6点出门，她6点才起床，来得及啦，来不及你完蛋。其实我前几天就有打电话跟桃园机场确认说，可不可以穿布偶装在这里迎接他，因为我怕会有不合法的问题。因为桃园机场说可以啦，只要你不是什么10个人以上啊这种的话，其实基本上都可以。然后我刚才又再跟那个保全航警确认一次，他们也说可以。我们还做了那个拍子，我怕这个鞋带都文当看不到，写一个那个文当 look。还好是早上班机，对，有很多的尴尬。大家看，文当现在滑行中，这个是文当啊。看我们文当滑行中，好可爱，快到了。因为我已经穿上去，我已经觉得没那么丢脸。这部分还没开始。哎呦，暴龙头都起来了啦！松开了。他冲1分钟就可以冲奖。我跟你讲说，哪里来的神经病？你好。你好。哦，你好可爱啊！那么可爱，那么漂亮。然后他说他要扮恐龙妹。好，接我男朋友。这么小都穿，你不会热？对呀，不会，它里面很凉。等他吗？太久了吧，过了20分钟了。好久啊！北轮啊！现在打不开，没有办法解救他出来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哎呀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いやびっくりした。最初なんかあるなと思って。でも最初これ見えなくて、淡々しか見えなかったから、うん？と思って。今度違うものにするよ。楽しみにして。今天就是文当的台湾旅行第一天，给了他一个非常大的惊喜。なんかいて？私なんか片付けるから。恥ずかしいわ。台湾に来ましたんで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バイバイ。一大早陪我来整文当的妹妹。我觉得是我被整。